我们要继续全面贯彻一国两制，港人治港，澳人治澳，高度自治的方针，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，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、澳门实践不走样、不动摇、不变形，全力支持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，发展经济，改善民生，推进民主，促进和谐。港独是没有出路的。我们对香港、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，始终充满信心。